X 战警黑凤凰。X 战警成员秦葛雷在一次外太空任务中，意外获得神秘能量加持，让他晋升为整个 X 战警宇宙观最强大等级的变种人，爆发能力瞬间击倒魔形女，更超越 X 教授万磁王。当秦葛雷拥有神级能力之后，该如何抗衡内心黑暗面？这个极度强大且危险的角色，将牵动整个宇宙人类与变种人生存命运。X 战警究竟要相信失去控制的秦葛雷？还是反目成仇与昔日战友厮杀？ Are you threatening me? That's right. That would be a bad idea.